小说与漫画累积热销超过150万本，在日本成功掀起一阵话题的超人气异色著作《奴隶君》，今年夏天改编成电影，与大家见面喽！由秋元才加与本乡奏多两大新生代红星担当演出的内容，让这部挑战尺度的争议题材更是未演先轰动。剧中饰演艾雅的女主角秋元才加，为了这次电影上映，特别跨海来台宣传，并且近距离与粉丝进行互动见面会。除了以一袭性感的黑色洋装亮相，秀出令人尖叫的好身材之外，热情的 Akimoto-san 还特别练了几句道地的问候语，向大家打招呼呢。大家好，碎。我是秋元才加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亲切过人，展现十足诚意的 Akimoto-san 现场同时也分享了许多拍片过程的各种秘辛。想要进一步了解更多关于秋元小姐的贴身大小事，那就千万别错过本台动漫最前线的后续独家介绍哦。即时通记者台北采访报道。